肯定，那已经到腰了，过腰了。往那边去。外边看到没？外边水更高，山羊外边水更高。直接水都进来了，千万不能超。这水倒流的，这水倒流的，打开门更不行，打开门。打电话给俺三姨，叫俺三姨报警。现在已经到胳肋棚那头，肩膀。外面的水已经到这个位置了。我手机马上就没有电了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，是不是我最后一条微信。海滩寺跟沙跑路的中间段，海滩寺刚走过去。大家不要说话，你们热不热呀？我现在打不了车，我是不是你现在能听得见我说话，你就给我报警吧。我现在打不了，你就说五号线。啊！还有一口。这整个大水漫灌了，就往卫生室灌了。没事儿啊。战地记者来了，你看这车。这里是龙飞路隧道，隧道出。那个车，人家强说的，看危险不危险，都已经停住两辆车了，那两辆车已经停住了，连人家车都停住了，那个是人家强说的。